最前一步。好，一跳出嚟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內欄位置美麗傳承啦，中間黃衫咧，咁啊仲有呢只川河專區啦，中檔頂一頂佢，嘉應之星走埋上去第四位天滿意，第五位大藤王啊，咁啊後邊兩隻紅帽嗰只係夏威夷，咁啊黃衫黃帽咧就係嗰只龍船故鄉咧就暫時墊後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個千二米段處，美麗傳承咧就放到出嚟跑噶啦，嘉應之星就跟住佢啊，第三位內欄位置大藤王出邊，第四仲有天滿意啊，後邊三隻川河專區龍船。鼓响，红衫红帽暂时包尾咧，系嗰只夏威夷嚟嘅。好啦，过埋呢个一千，美丽传承仲系可以贴栏自己大噶，嘉应之星就拍住佢喺呢个第二位啦。位置变动上面唔大噶啦，大藤王第三，天满意第四，第五龙船鼓响，第六川河专居暂时包尾，仍然系嗰只夏威夷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转紧弯中间啊，前面美丽传承占先半个身位嘅，咁啊嘉应之星啊第二位，第三位埋边大藤王，咁啊天满意第四，再喺外边位置川河专居。尾二系龙船故乡啊，红衫慢慢上咗嚟咯，即系夏威夷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正弯入直路，美丽传承仲系占先，嘉应之星开始逼佢啦。咁啊见到埋边咧就大藤王外边冲噶嘛，有红衫呢只夏威夷啊，斗到嚟最后三百，美丽传承摆脱到嘉应之星啊，外边追紧上嚟夏威夷，再喺后边噶嘛，仲有大藤王，最后一百米，美丽传承占先，夏威夷逐步逐步咬上嚟，后边噶嘛，仲有嘉应之星接近终点，董事杯嘅得。夏威夷啊，跑第二名，美丽传承啊，第三名嘉应之星，第四名大藤王，龙船鼓响需要影相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只夏威夷，其实美丽传承咧都真系轻轻已经掟甩咗噶啦。咁啊，但系嗰只夏威夷前中段咧就包尾转弯就踩油响出边啊，最后五十米将呢只美丽传承赶过，捧走董事杯，嘉应之星第三，大藤王跑第四。夏威夷贏出今屆的董事杯，莫雷拉今日都贏馬，判對美麗傳承跑過第二。